好，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实用的大容量多功能钱包。这款包包配有一个手腕带，然后手腕带是可以拆卸下来的。然后包包采用的是非常耐磨的流浪面料，手感非常舒适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容量，这边的话呢有八个卡位，这边有两个跳具位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跳具位，这边的话呢是有两个卡位，两个相片位，这边还有一个大容量的一个拉链袋，里面的话呢是可以放我们的大屏手机，然后中间的话呢是有一个拉链袋，可以放我们的硬币啊卡之类的贵重物品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有一个大茶位，包包的拉链也是。